救命啊！都说能别惹王心月了，在剧里饰演前夫哥沈玉荣的演员，在路边打卡了吴谨言的海报，太坑了吴谨言！这才好了，王心月稳着味儿就来了。不喜狂犯相册，找到了2022年9月拍摄的自己在路边打卡的吴谨言海报。不是小孩哥你，2022年9月，之前剧场前夫哥和阿狸秀恩爱，我们小孩哥提着个棍子就冲过来了。前夫哥辣评，卖水果的急了。还有前几天我要讨论王心月和徐凯都是3月5号的生日，吴谨言那天会先给谁发生日祝福呢？ 结果再一看，小孩哥账号改ID了，从演员王心月改成了王心月0305，怎么不算让全世界都记得我的生日呢？好好，惹到我们小孩哥，你算是踢到铁板了。王心月，你是什么？原来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会给吴谨言发我想你。我有一次我很难受，我心情很爆，我给他发消息了，我说我想你了，想你了。哦，年一下就是好 ，emo 了就直接发消息说想他。我聊完就很开心。吴姐吐槽自己这半年都在给王心月打 call， 打 call， 打 call。但这不是重点，你们看王涛的手。 果然是那种大笑起来会得到姐姐怀里的小狗一只，他还会偷偷看阿狸和前夫哥的吻戏，然后疯狂吃醋。偷偷观看，我都拿扫描打开了呀。整个采访全程很自然的靠在吴姐的椅子上，很好，给我狠狠卖，卖是工作，不是生活，不要害怕，想火就卖。我头一次吃饭吃的这么饱，采访被问到除了小狗和苏果公，还想去薛芳菲照张什么？王心月瞬间回答：你最想听我怎么称呼你？然后又聊到澄清的戏和明明拍了很久，结果剪出来就几个镜头。那是拍了很久，但除了镜头几个镜头，好开心，感觉我真有时间。花絮里听到导演让他靠近姐姐，开心的头要点掉了。给人的感觉好像有侵
姐姐穿着长裙走楼梯不方便，看姐姐摔着，眼神和手都负责小心看护。姐姐手里有话筒要调，撒开了，手就悬在空中等着。本来在搬东西，听到姐姐有事要一叫。
赶紧乖乖放好，屁颠屁颠过去姐姐身边。上楼梯时不小心走快了，想起后停下回头扶姐姐，退场了要牵着一起下去。谁家好人刚开播扫楼，先命令你们重新扫。磕到抱抱猫猫就像呼吸一样简单。2021年王心月还不火的时候和白鹿直播间的人特别少，就在王心月手足无措时，吴谨言就像一束光一样从天而降。有什么什么什么？你看谁来了？哎，你们在公司吗？对啊。不明显吗？然后我知道你俩在直播。这哪个地方呀？我没见过这地方。这化妆间啊。哇，王心月，你何德何能？你的一个普通的小直播可以请到两位。哎呀，我这是女演员过来给你助阵当嘉宾。吴姐走的时候，小孩哥还依依不舍。到2022年时，吴谨言生日直播，默默的走进直播间开始刷礼物啊！有人能 get 到那个点吗？从籍籍无名到星光熠熠，这一路你一直都在，非常嚣张就是最屌的。第一次见演员催着导演赶紧进入感情戏部分的，七八集了，再不往前走，我最关注我戏剧了。在接到《墨雨云间》剧本的时候，吴谨言就问王心月，喜欢纯甜的感情戏还是拉扯感很强的？小孩哥说，必须得是极致拉扯。看完剧本，他俩就后悔了，因为这个剧的男女主感情推进的极其缓慢，不停的在处理各种麻烦的事件。一个是刚处理完，按照一般剧的走向，该男女主发展感情了，结果又有一个新的事情。这样虽然剧情节奏快，观众看起来很爽，但是会显得后期男女主之间的感情突然莫名其妙的升温。两位演员就和导演建议，可以稍微多一些薛芳菲和萧恒之间感情的处理，才有了现在剧里这拉扯感和张力满满的感情戏。就凭薛芳菲和萧恒这两个名字，我就知道这对 CP 绝非善类。瞧这视频给陶射死成什么样了，他才22岁，他能憋得住啥？当王心月直播分享粉丝剪的二创视频。嗯，这是我在墨雨拍的第一场戏，你有说过。王心月对女性姐姐的身份差距能有多大？刚那个就是我第一个，就是第一次拍戏，出场戏，然后就对，这两天我的整个那个自媒体软件已经完全是自己，为什么自己发图，天天在刷子，天天看自己。吃一堑长一智的王涛 be like。太危险。有点安静住了，我有点。你看谁来了？哎，你们在公司吗？啊？你们是在公司吗？对啊。不明显吗？然后我知道你俩在直播。这哪个地方呀？我没见过这地方。这化妆间啊？没有，就是。我怎么没见过这个化妆间？你没见过？那我可能太久没回去了。我不是。哇，王心月，你何德何能？你的一个普通的小直播可以请到两位，哎呀，我这是女演员过来给你助阵当嘉宾。直接给艺人发一个大红包，我跟你说。好的。对，什么情况？我就被推进来了。没有什么情况，就是，因为王心月的直播太糊了，你知道，他也没有什么人关注，就需要我们来帮他拉一下这个。就是刘子行流量。对，还有时宜，还有那个，跟你没啥事了，就是少春、时宜。没有，人家在玉楼春，你叫阿九啊，我有啊，阿九有 CP 呢，我看。哟，你还有 CP 呢？你们俩播了多久了？我刚进来，他不让我走。走不了。他怕我走了之后，
没有人看了。啊，对对对，那个景言，你马上也要播个星期了吧？你要 Q 我吧？你快在这里，快在这里打一个广告。在这打广告，就是大家还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啊，就是看周深如何嘛。我也要。我的砍价女王哈。追了吗？啊，我看了。马上要周深了嘛，然后就等周深会有点那个，会有点太久了。谢谢你。好，那我们撤了，那你们聊吧。好，谢谢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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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次见，回北京见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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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我的眼中你是最好，肉麻的调调你不会知道，我爱的静悄悄，我该怎么往下聊，全都怪我太胆小，只会看着你傻笑，怎么办才好，可我真的没想到你把我拥入怀抱，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，只剩心跳的声音，坚定了我爱的决定。而且那个景琰也是，他就我看了之后他的那些反应，有些戏我不在嘛，很多戏我都不在，都是他自己的那个支线任务，他的公路，其他的一些发生的事情也是真的很好看。而且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放炮的时候，其实我没有看到他的表演，因为我主要是在跟那个丧彪，什么彪来着？啊，什么彪来着？然后我跟他摇骰子，我摇骰子，然后我看那个时候那反应是挺可爱的，那个是。相处会阵风上约在一起，传说是浪费，你的下场会很狼狈，那为什么还要相会，缘分搞错了方位，怪我放下了防备，只想跟你相依相偎，一堆莫名其妙的理由来推掉我邀请，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寂寞的快要命，给你送过的礼物你从来都不会感激，就算我把月亮摘下来也不会有转机，既然不想在一起何必要甜言蜜语，告诉我你的秘密还有温馨的意义，